很多之后就要把它实现出来啊，那你就可以思考一下，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可以如果是办 party 的，你可以用黑色的；那如果你要比较标准的，你可以红色、绿色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都不知道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到这边来看一下。你看，我们在这里上面还有一个我们还没有讲的，就是那个影像的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补充资料这边。免费设计资源，底下，你往补充资料这边，好，有没有一个免费设计资源？我们首先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，知道学校有没有讲过创用 CC？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不知道。创用叫做创作与使用，好，创作与使用。那这为什么要特别先介绍这个？因为啊。你要找免费的，跟找到怎么授权有关系。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图片、影片、文字、音乐都包含在里面。好，只要是有版权的，字体也是的哈，但是字体没有，比较没有人在讲这个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进到这个网页，哎，对了，各位如果进来之后啊，下面是空白的，就下面是空白的，请按这边有一个叫新分页，有没有？上面这有个新分页。好，如果你进来看是空白的，表示你的 Google Chrome 已经升级到70以上的版本。好，70以上版本看我的文件，Google 文件会有问题，所以你就按新分页就好，这样知道吗？按一下哈，这样也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创用 CC 刚刚已经跟各位稍微解释过了，就是创作跟使用，在台湾跟教育部都有一个，好，都有一个哈，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这里面来。首先比较重要就是你会看到这些内容哦，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懒嘛，所以这里有懒人包，好吗？有没有 CC 懒人包？你一进到那个官方网站，就是你刚这个到台湾创用 CC 的官方网站这个，这里你打开之后里面就有懒人包，好，懒人包你就可以看到，点进去。好，重点就这四颗，这四个图示。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？因为啊，创用 CC 就是说，你今天不管你是创作者还是使用者，如果你今天要使用那图片，我是要不征询一下作者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作者的联络电话吗？不见得知道，也不见得知道他没有。也就算你找到的。你寄给他，他一定要回你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就会有点问题喽。那所以如果呢，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图示来帮助我们知道作者想怎么样授权，那我就照他提供的方式直接使用，这样是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那图示越少，代表怎么样？越简单。比如说，如果只有一个图示的，你只要告诉人家说，哎，这是谁的？这样就好了。那如果加上这个，你就知道不能赚钱，不能拿来商业用途。如果再加这个，你连改都不能改，原汁原味呈现出来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？好，那最右手边这个呢，就是你用了之后还要用相同的方式分享出来，所以你会往下走，有没有可以都看到这些图示了？所以有些网站上你那些图，它。就会标示说，哎，我是什么样的授权？比如说，像各位，如果你去我们家的部落格，我就很清楚标示我的文章要用什么方式授权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好用创用 CC 授权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拿去用，但是不能拿去赚钱，赚钱我赚就好，因为我原创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就不能拿我的文章去赚钱，但是你要就是非盈利去使用，OK？这样有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从看图示，你就不用再问我，这是创用 CC 的精神。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在这里，创用 CC 除了这种授权外，其实上面还有一种是大家平常比较没有注意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公众领域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有分两种，叫做 CC 零跟 PDN。那这两种就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免费图库的来源。
免费突破来源。那什么叫做 CCM 跟 PDM？ 我们往下看一下。PDM 比较简单，这个称作人类共同资产，也就是比如说万里长城、金字塔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历史久远的，没有属于哪一个人的，都是人类共同资产，这样你可以用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 ，CC0， 虽然你还在所谓的著作权保护范围里面，可是我怎么样，自愿放弃。它大方，比较大方便，你拿去用，你就拿去用，这样了解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因为有这两种授权方案，所以你连标示都不用，只要它是属于这一种的，你不用告诉人家啊，这是 PDM， 这是 CC0， 请你怎么样，拿了就走，好吗？不要回头，这样了解，不用留下任何资料，反正你拿了就可以用的啦，只要是人就可以用了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了解这样概念之后，你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免费设计资源。刚刚呢，我有先提到我们怎么样用 Google 搜寻关键字 PNG， 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找 SVG， 会找到比较多什么向量的，找到比较多向量的。刚刚 PNG 是找到点阵的。那这个呢，我有写了几篇文章。好，第四个，这里有一个关于图库这件事，哎，我找给你看，你看一下。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进入到什么，准备要设计 Christmas 了哦，所以你可以找到这边有12个图库，前面是我把刚刚那个部分做一个说明哦，然后往下走，我找一个有中文的先给你看，好吧？好，这个，今天我先找这个 Pizza Bay 这个哈、哦，来，我把它点进去，这个有中文的，它上面有提供照片。也有提供影片的部分，好，那你在这边，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各位用英文关键字找到比较多啦，以这边来讲，中文关键字算也通，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少一点，还是比较少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找，比如说 Christmas， 好，你找看看 ，OK， 那现在免费图库呢，其实大部分大家都会有一些广告来源啊，所以上面你就不用按，这样资料网。好，因为人家要生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没有找到 Christmas 的背景？有比你刚刚想的好一点吗？还是你只心中只有蓝绿？好，因为下礼拜就要选举了，只有蓝绿，没有红绿。来，我们再往下走，有没有找到很多 Christmas？ 所以有没有比较多 idea 了？哦，原来这里还有这一种的，有没有？还有互相扶持的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先找背景就好了啦。找背景，如果你要真的找背景，就加一个 background 吧。我们找看看有没有。好，背光，有没有全部都是背光的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看看哪一个比较喜欢。好，假设你要这个，就把它点一下。好，重点是我们看一下右手边有没有看到 CC0 授权，有看到了吗？可做商业用途，不要求署名，就是不用告诉我你怎么来拿到这张图的，你就按一下免费下载，人家还很贴心告诉你这样不够大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大一张一点的，它还有更高解析度的，有些啦，有些有更高解析度的，那你就可以选择，好，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，好，哪一种，好，你看我就把它下载。那第一次的话呢，它会请你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机器人，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哈，反正你最近常看到。好 ，OK， 确定你不是机器人之后，按一下下载，有没有就直接出现下载了？我最喜欢这一种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都不用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，不用注册了。抛弃式信箱不会派上用场，对不对？就拿走了，你就可以拿来用了。这样我们的背景是就先解决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再找其他的？当然可以啊，哦，你就可以再找找看其他的。那当然有些也许你需要做续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某些物件你需要稍微续备一下，把它独立出来也可以。
这样有没有比较会找了？我找一个有中文的是方便你去看，其实我必须跟各位承认，英文的才会找到更多，真的、啊，因为英文的那些资源会更多。好，所以我介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其实还有很多。好，我们刚刚在那个教材里面有很多其他的，你都可以找找看。但是重点是不要看到他写免费你就真的全部都免费哦，有些是骗人的，或者是有些，尤其是你去对岸，好，对岸你他有些写免费，但是他的素材来源可能还是有问题。所以我会建议各位，如果你要找的话，假设你是要公开的，最好是不要用对岸的图库啦，可以避免一些争议，因为有些他们来源交代不清楚，好，交代不清楚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可以找找看我们这边，你看在这里有没有很多都是西西林，西西林，这样知道为什么要先介绍 PDM 跟西西林了吧？你有概念之后，其实你就会找了。现在你会发现，大家要做设计，除了我们讲的原创以外，哎，海报设计有没有一定要原创的？没有啊，你又不是要去比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跟你一样的图库啊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我可以用一样的背景，但是我的活动不一样啊，我的内容不一样，这样可以啊，你这样不会被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比赛，这就不是原创，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是要拿来应用而已。那你透过这些免费的东西，其实我们这样去用，其实你会发现设计突然变简单了。不是因为它不需要某些就是设计的概念，而是因为你的素材现在变得很多。当大家的排列组合不一样之后，就可以组合出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了解的哈，所以你可以找找看，那有没有已经具备好的？你觉得呢？有呢，我就写过这一篇了。懒得去背有没有？或不会去背，对岸称作抠图。好，因为也有 PNG 的图库好吗？点一下，你可以来看一下，也有 PNG 的图库哦，就是人家都做好的这种 PNG 的图库。不过我必须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这种 PNG 的图库大多数都是只能用在个人或非商业性使用，我后面都有写，这个有没有？每一个后面有没有？这是非商业性使用，了解？好，就是都有跟你提一下哪一个网站它的授权方式是怎么样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，这个 PNG 也是蛮有名的哦，来，我打开一下。好，它已经帮你做好分门别类，你也可以用关键字。你用 Christmas 一定会找到很多啊。好，我们找找看，哇，他用这样不行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好的，你看连好运宝宝都来了，你把2018的狗狗也帮你准备好了，这样还要设计吗？有没有划过去？这些都是具备好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现在只是找到一部分的哦，你要点进去。好，下来下来，这里有download，来，重点是在这里，各位要学会看授权，有没有仅供个人使用？所以现在就是你要下载之前，一定要记得停看听啊，好，停看听。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做的，等于说你设计的使用者是要必自己要过滤的，不是说看到喜欢就就拿这样子哈、哦，要有道德心好吗？OK 哈、哦，所以其他的他说商业使用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商业使用是不行的 ，commercial use 哦，那 allow， 所以我就按 download 咯，按一下，你看有没有直接下载？又下载下来了，又是一个 PNG。所以你不打入 email 也是没关系的，好，不打入 email 我也是一样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你的 Flowcamp 也好，好，就可以直接做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可以。